给他念七张小房子，身上有一点点灵性。我之前已经给他念了60多张。对，你再给他念一点吧，七张，我看现在已经颜色很淡了，挺好的。你这个儿子呢，我告诉你要当心啊，稍微有一点点自闭，明白吗？不大愿意跟人家交谈。中午睡觉干嘛？哭，哭是吧？就是这个灵性啊！啊，你们家里也有灵性。哦。你晚上房顶上听得到声音的。是对。哎呦。领过他的一个老人。哦，我家里的老人是吧？哎，领过他，早时候领他的。哦，我奶奶。领过他，早时候领他的。哦，我奶奶，他奶奶领过他，我奶奶也领过他。你就说我奶奶，不要说他奶奶。他奶奶。他奶奶不好，他奶奶被骂人了。他奶奶。大家都跟台上在一起开心吗？啊，法喜充满就是这样的。现在在他身上，明白吗？现在他看得到，终于来看他，他就会哭。哦，这奶奶身上灵性在他身上。对，哦、明白了吗？谢谢台长。好了，那我帮我妈妈看一下吗？她脚是痛。你几张小房子都不知道问的？哦，你不说七张吗？不够啊。哦，家里69张。49张。哦，就是我们家房子。对、哦，他在你们家里，他不肯离开。哦。明白吗？明白明白，他奶奶已经眼睛在变。问一下我妈哈，已经5万年了。大喜出了。已经5万年了。啊。哦，那问一下我妈妈。交5万年的龙是吧？对。想问什么？要叫他念礼佛大忏悔文，每天念3遍、哦、然后还要念小房子21章、哦、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好，能帮我看一下佛台？哎，不能看了啊，佛台啊，佛台给他看了。几几年属什么的？我80年的猴。哇，佛台不错，告诉你很亮。谢谢。经常有菩萨来。